梦到这个梦境，赶快去买乐透。请问，梦到什么代表即将有财运降临，甚至可能一夜致富 ？A. 开启的棺材 ，B. 蛇在面前爬过。来，请作答。哇塞！啊？好，只有郭子乾选择的开启的棺材，请说。因为关关发财嘛，那既然开起来的话，表示你开奖了，所以说你应该就会一夜致富。那胡三，你怎么选蛇？感觉蛇代表富贵的感觉嘛。蛇代表富贵，对，因为就是梦到蛇，就是土地公要给你钱。听说蛇是土地公的干儿子。对，我只知道梦到蛇，就要去土地公拜拜烧纸钱，对对对，你才能够获得那笔，所以一定要通过我嘛，烧纸钱嘛。一定要把我烧掉嘛！对，烧纸钱，自己皮笑，你皮笑，还没，你选棺材，对啊，多陪我们久一点。其实看到，棺材是好事，什么天寿哦，是的，帮父母或帮自己天寿，对对，应该帮父母天寿。我的解释是这样，我不晓得了。来，请公布正确解答。正确答案是。开启的棺材，哎呦，蛇啊！梦到蛇，蛇是男性的生殖器，你们梦到蛇，蛇在你前面溜过，表示你们快有床事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蛇呢从你眼前溜走或是钻到洞里面，其实根据解梦来说，你其实反而是金钱上的损失。而棺材的话呢，隐含的寓意就像刚刚郭哥说的，又有官又有财，升官发财。所以你如果用它又是开启的。代表机会更开，所以呢，如果你梦到开启的棺材，赶快去买彩券哦，你可能会暴富。那如果梦到两条蛇呢？两条蛇，两条蛇都该叫小嘎嘎碎了，太好，你抓会有这青无这红无？你若抓会这青这红，你什么毛病都无啊？叫老爸每毒性，本来每团成食粉粉毒，食酒酒毒，空气中毒，所无形都毒，胃腹肚来个洗洗出来，好，你吃了，明仔载会金门，甲巴肚，你这叫做慢性。你若抓会甲要啃了，明仔载搁再会金门，甲巴肚，你来裤脚遐太抓面就甲你整个打，我打必洗衫机出来甲打。我不要乱叫，他应该讲那么多，增加一千。他一个人吗？一万六千，那郭子乾照顾，把他追上了，你看到没有？刚刚六千块是最低的，现在22000是第一名了，真的，第一名，突然居上。